叫救护车！亚王，亚王！亚王，你醒醒！叔阳，你别睡。 亚王，你别下马呀！亚王，亚王，你看看马呀！ 你把临走的时候，我答应过他，要好好的照顾你的。你要是再有个什么，你让妈怎么活呀？妈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 以后别再这么想妈妈了，别哭。但愿你姐今天能好一点。 妈，你没事吧？您最近太累了，注意身体。没事儿，你放心，为了亚旺啊，妈也不能倒下。这，你们来了，帅旺呢？不是在里面睡觉呢吗？哪有啊？ 帮我拿下！喜欢我为你准备的惊喜。 做傻事啊！我曾经也有个女儿，跟你一样大，可惜她走得早，她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。一想到她，还是钻心的疼。你妈妈应该比我小一点吧？ 你也不希望你妈妈下半生和我一样活在遗憾里吧？帅旺，小雅，亚旺，下来，下来。 秦总，舒小姐来了，让她进来。
出院第一件事就是来找我，看来我在你心里还挺重要的。大白天的别做梦了，我就是要告诉你，我不干了。我还以为你是来找我重温旧梦的。那些照片你看了吗？拍的还挺好的。你就不怕我生气吗？那些照片拍那么好，万一上传到一些奇奇怪怪的网站，会很受欢迎啊。你别以为几张照片能威胁到我，错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我一定送你进监狱，我连死都不怕，会怕你。Sorry me， 我还是忍不住会想起，剧情是悲是喜。由我们定义，爱人总被迫分离，多么戏剧性，用尽全力奔向你和完美的结局。如果能再遇见你，重新书写这剧情，不信所谓命中注定。如果能再拥抱你，不在乎苦涩的曾经，让所有的分离、冷漠和猜忌都倒退回相遇。当人海逐渐散去，还是你陪我看日升和月起。被更